各位，那关于电脑展的影片，你觉得如何呢？关于这次电脑展，跟我想象中有点落差啦，因为它可能是跟设计展并在一起的关系，造成说场地整个被压缩，然后人是人挤人，动线整个完全不流畅。我不知道是不是活动的关系，所以说showgirl也比我想象中的还要来得少，所以说我就没有。拍到什么时候休更了？就那么1001位，那没关系。晚上我去拍碧潭桥，那也是这一支影片的重点。那拍的如何？拍的过程，你继续看下去就知道了。好嘞，各位，现在晚上9:30了，我到碧潭了。天哪，这个时间点。对，我在哪里？我在干什么？我真的是怀疑人生了。我今天月亮也很亮，很亮。希望可以拍出一个好照片呢、啊。然后越来越暗，越来越暗。Insta360。赶忙去如何？现在还看得到我，如果事后还看得到我，那这个赶忙不行。我刚刚合理的。好吧，要去找位置，找完这个位置，要找到一个位置不好找，因为各位应该可以看到。左手边有一棵树把这座桥的景色给挡住了。到富瑞秀林，地产的一个传说，就是南走过地产的心理，我要跟走。如果这个传说是真的，那如果遇到恐怖性的想要分手的、分不掉的，就要硬要他来闯，保证你们平安分手。没有下班好吗？那各位看到现在，就是我相机做的一个构图。那你会发现为什么我天空留了那么多？那是因为下面很多人。如果我把我往下移，就拍到人。所以天空留那么多，要不然其实不应该有那么多人。现在10点的桥上的灯他们关掉了，给各位看一下之前的。那各位可以看到我现在的构图就是要以，主要是要以河为倒影，然后拍出不一样的构图。那就拍一下 Hello Kitty 的月亮吧，月亮的合照。那应该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大光机的一个看，但我就慢快。那各位可以看到，现在他把造型气球的灯全部关掉了。这个时候，单眼的优势就出来了。来给各位看一下，单眼的优势就出来了。我只要放低快门，就非常非常清楚。好吧，做一下总结。今天碧潭碧潭桥，碧潭桥拍摄算是成功了吧？因为最后如果没有像他们灯全部关掉的话，那些这样全部关掉的话，应该就没办法拍到真正漂亮的景。虽然我知道现在这台Insta360，你们看到的画面可能是暗的。因为没什么灯光，就很暗。那你要做长步，就是一定要用快门线哇，新东西，快门线。没错，你有快门线，一般有分基本的快门线，就一条200块吧。还有，如果你买相机也没送。那再不然就是电子快门线。
那两者最大的区别就在于电子快门的线，它可以计时，它也知道间隔拍摄或是长时间，像如果长时间拍摄的，长时间曝光的话，长曝的话，用电子快门会比较好。如果这一般快门怎么办呢？就靠手机哦，手机定时。像我刚刚我就定时了10分钟的长曝光。但是晚上的11点，我看你坐捷运了，要不然到晚的话，可能就没捷运了。最后，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，麻烦帮我按个赞吧，跟分享。那以上，我是一丝信息，我们下次见。